清明连假将近，不想出去玩还要人挤人，在家轻松追剧也是好选择。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几部 Disney Plus 必看片单，超长连假也不怕闹剧荒。近日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来台开唱，令许多粉丝仍然意犹未尽。出道五周年纪录片 BLACKPINK 的 Movie 是他们送给粉丝的特别礼物，拍下四名成员跟粉丝的所有回忆，将舞台上的喜悦和闪亮时刻记录下来，更有多首热门歌曲舞台，让粉丝像清明演唱会一样感动满满。喜欢 K-pop 的观众也激推 BTS 的纪录片，片中聚焦展示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在洛杉矶举办的盛大演唱会，观众可以欣赏到多首名曲 Dynamite、Butter 等精彩又火热的舞台表演。韩国长寿男团 Super Junior 成军多年，也推出纪录片 Super Junior 的 Last Man Standing， 讲述了他们从出道至今经历的挫折冲突等，如何一步步成功席卷全球的历程。还邀来成员们接受采访，回顾演艺生涯，分享令人动容的背后故事，超级值得收藏观看。멤버들과최대한활동을할수있을때까지하고싶다저는할아버지가되어서도 Super Junior 이고싶어요얘기를했습니다여러분들다돌아가신후에천국에서도콘서트할예정이니까네천국투어준비미안해얘들아喜欢悬疑片的观众，小编必推悬疑推理日剧《噬王村》，讲述男主角深入神秘的贡花村调查离奇命案，却逐渐发现村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ためにいろいろ調べてんだよ。お前たち二人のため。あんたさ、なんか楽しそうじゃない。悬疑复仇爽剧《黑化律师》由人气演员李钟硕及少女时代润儿主演，剧情反转又反转，看他们将如何一步步黑化，展开一连串以恶制恶的刺激故事。내와이프건드리지마손대는순간다죽어공지훈부터그떨거지들박소장너니깎게뭐라고진짜빅마우스라고이비용신아除了以上小编推荐的片单外，还有 IU 主演温馨电影《婴儿转运站》、感人科幻爱情片《月老》等，众星云集，内容超丰富，快趁现在收藏起来，廉价在家追剧不无聊，绝对值得收看。